I'm Deacon. 哇，隔了好久好久没有拍 vlog 了。那为什么今天突然间想拍 vlog 呢？ Because of today is my last day on Singapore. What? 所以今天就特地拿一点点的时间出来，这里 Singapore 最出名的这一个景点之一 Garden by the Bay。那有看到我身后象征着 Singapore 的船吗？或许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回 Malaysia 是一个错误的选择，因为现在 COVID-19 cases 也是破千， every day 都是过千嘛。但是我觉得，我在新加坡，特别是 after 这个疫情啊，我整个人都没有比以前快乐。因为以前我就觉得，来新加坡是一种享受，除了是赚钱之余，还是一种享受。那父母呢，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可以透过 WhatsApp、透过 WeChat 来聊天。我就觉得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你赚钱比起和家人相聚的时间，我觉得它不成正比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是时候做出一个选择，你的是要继续留在新加坡继续赚钱，还是回马来西亚再闯自己的事业。最后我的选择是我要回去 Malaysia。 可能在金钱方面可能就没有在新加坡赚得多，但是我觉得人嘛，有时候只要努力还是可以追求回去，还是可以弥补在新加坡所赚的那一笔收入。所以 Keep fighting。Tree glue， 哇，你们看 ，light of war，so amazing。Hey， no bad 嘞 ，you see？ 我不懂里面是什么来的 ，anyway， 进去看一看吧。它什么 ？Christmas wall，Christmas tree wall。